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哈姆。好的，来我们这一款 BTS Island。那 BTS 是防弹少年团嘛，韩国的那个团体。那他的音乐有版权的，我刚刚已经玩了十几分钟，然后上传，然后发现他的背景音乐全部都版权，所以说我就重玩一次好了，也不能说重玩了，就从我刚刚的进度再玩一次。然后现在开的音乐是那个原神的音乐，原神音乐就比较好，没有版权，就随便听一下吧。我这边已经关掉了，啊，应该是国际服版本啦。那首先这款游戏是 BTS IP 嘛，然后加三消的玩法，那就这七位少年，哦，假设他们是少年好了，因为最大的那个好像才29岁吧。他们就搭乘这个游艇嘛，然后就发生意外，然后来到这个小岛。那玩法上就是这边会有任务，那你要跟他们做任务的时候就要消这个星星，那星星的话你就要去玩那个三消的玩法，三消的游戏啦，就三消、四消、五消这样，然后会有道具，然后可以炸开这样，然后完成他要求的那个选项，要求的那个道具，然后去就可以过关。好，这边你可以选择谁，然后提升好感度吧。哦，就七个嘛。就我不是那个防弹少年团的那个粉丝啊，完全不是很了解他们。反正就这几个嘛 ，V 啊、RM 啊、J-Hope 啊，这几个。最小好像24岁而已、欸。就之前禁韩令嘛，大陆禁韩令，所以韩国艺人全部都没办法去大陆发展，他们就去欧美发展，然后就变成国际的天团 ，K-J-Pop， K-Pop。然后这边要爱心嘛，这个星星嘛没有，没有的话就只能玩关卡。好，这边会有关卡，我已经玩到第六关了，然后就消耗体力。哦，就这样，我们先来玩一下吧，就三消的玩法啦，关卡六。不会太难，不会太难，我就大概玩十分钟就好了，因为我刚才已经玩了20分钟左右吧。好，关卡六，我们需要消耗这个，是不是？消耗这个电子哦，产生这个电子哦，哦，将电子展开铺到所有格子哦，所以我们要展开就对了。看起来是这样、欸，哇哦，哇！哎，我都没发现，他提示我，这个可以点击，然后开始炸炸炸炸炸炸炸。好，过了过了过了，这个也过了。好，把电子消掉。有的是，我觉得有的游戏是炸木箱，然后这个是铺电子的。通常三消游戏都会结合一些知名 IP 嘛，什么迪士尼啊、赖啊、小叮当啊这一种的啦。频道上之前有玩过，但是三消游戏看的人很少，没什么人看吧。因为毕竟这个三消就是休闲游戏，我们再玩一场。他会一直教你那个道具的用法，前面都是教道具用法。道具用法也没有很难，这是怎样？哦，一直线，哇，这是一直线，这个只要四个就会产生，比如这样，它就产生，它有直线的，有横线的，它就这样炸。然后这个是步数嘛，我们要在这个步数。使用结束前要完成啊！哇，有点难欸，我会不会死掉啊？哦，哇，剩12步，我怎么办？怎么办？
怎么办？这还缺些啊！过不了，过不了，这个比一开始难多了。哇，好难啊，好难啊！拆格，拆格怎么办？剩两格怎么办？哦，好好险，好险，好险！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然后就过了。哎，有点难，有点难，越来越难，越来越难。好，反正我们这个游戏就是在小岛里面解锁剧情嘛，解锁一些建筑物，然后你可以布置一下这样，布置一下建物这样。大概是这样吧，我们把这个界面稍微阅读一下。好，这边一开始是数字，然后我把它改成我的名字哈姆这样。然后会有粉丝啊、关卡啊什么的。哦，然后这个爱心嘛，玩的时候应该是要扣爱心啊，一开始不用扣爱心吧？我在想。然后这是我累积的星星嘛，我玩法就是这样，有星星的话就完成经验任务，然后你要获得星星就要获得。过了关卡嘛，过关就对了，一个循环。然后这金币，金币的话，就是商店的话，你就是要储值的，买这个宝石嘛，然后宝石再换金币这样。哦，大概是这样。然后这个也是一样，储值界面，我们的商店。好，然后这是关起来，然后这是设定，就这样。社群的话，找找看哦，就这些嘛。我找找看有没有 Facebook 啊、Instagram 啊、Twitter 啊，应该是有啦，找一下应该可以找得到。然后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任务嘛，我们今天开始玩任务。有那个星星就可以来解任务。他们刚发生船难到这个海岛而已，那你可以选择颜色。选择你这个布置的颜色。之前玩那个迪士尼也是一样，还是解锁迪士尼城堡啊，各种建筑物。好像玩那个冰雪奇缘吧，然后也玩过别的迪士尼乐园的。好，要一颗星，我还有，我们继续再玩一下。会玩这个游戏的应该都是 BTS 粉丝居多吧，不太会想说玩三消跑来玩这个游戏吧。好，搭帐篷。那这边的话就是这七位角色的时装啦，你可以去换衣服啊。哦，这边会有他们的衣服啊、琴啊、裤子啊，然后到时候你会有相册吧，跟他们的一些回忆吧。然后这个是布置啊，我刚刚说这个布置，你可以自己移动，到时候可以做一些布置，有没有？我们这边还有一个新东西，好，然后这个东西就是你可以加好友啦，你有粉丝嘛，可以追踪嘛，加好友啊，送礼物，你可以这样加好友。然后可以看一下他们的家园吧，看一下他们玩怎么样吧，就是好友之间可以互逛吧。我在想他的小岛这样，我们就离开，就是有点那种庄园，有点那种农场游戏，有时候也是这样，可以加好友，然后去人家的农场啊，看一下他们的布置怎么样，互相做个比较。然后我觉得玩这个游戏应该女生偏多啦，如果你想认识女生的话，这边搞不好女生比较多。我加好友，好，你可以加好友，互加好友，互粉。
而且这些国际服啊，哦，国际服版本，可能都是一些国外玩家吧。好，这个功能出来，这个就是商城吧。一开始这边不会有商城啊，慢慢的会跑出来，就是会有一些功能跑出来。OK，大概是这样吧，只是重玩，也不是重玩，就从我刚刚玩的部分接着玩。你玩到关卡吧，大概也就玩个二三十分钟就玩到了。啊，要乌龟跟这个贝壳，这个有障碍物嘞，障碍物就炸不开啊，你就要开始想啊。我们要乌龟跟贝壳，乌龟跟贝壳，尽量以这个四个为主啊，没有的话就只能。就随便了。就你移动的过程中可以用道具有没有？比如说移动过程中有道具就可以顺便用，你要么就点两下也可以用啊。哦，点两下这样也可以用。啊，你移动的话也是一步，点两下也是一步，那就移动吧。等会好一点，省一步。OK，很可惜，他们的音乐用他们版权音乐，所以就没办法听。好，那我就先玩到这边，短短的10分钟而已啊，就稍微介绍一下这款游戏，就一个粉丝向三消游戏。我是觉得还不错啦，但是 BTS 嘛，看你喜不喜欢，或者是你跟我一样都不懂，韩风啊、韩流啊、K-pop 完全不懂，就这样吧，反正就防弹少年团嘛。之前去年比较有印象就是辱华是不是？好像辱华吧，就他们只是感谢某个团体还干嘛的，发表演说，发表，然后就。辱华这样，要抵制他啊！人家就已经禁韩令，不去你们，不去中国了，对不对？我只知道这样的新闻啊，其他就没有再 follow 了。OK，那就先玩到这边喽。好的，我是哈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大家订阅、点赞、开铃铛。我们下期再见，大家拜拜。